面。然后呢，大概在40块钱、50块钱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面了之后呢，线条和用梅花线比较做。我把这个放 YouTube 上。不是玻璃做的，是石头的。泥山石。无敌的礼物啊！给你买，买完了回来送你。他说给你买糖吃啊。我去给你买糖，直接买高粱饮吃。高粱特产，真的，对，是一种糖。